上次和奸商给小机场的鬼子好好上了一课，结果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在回去的路上又遭遇一波突袭，奸商被直接打下车，嗯，哦，嘎了。还好机智的我及时换了驾驶座，继续开车撤离。然而自我太天真了，啊，管不了车了，赶紧撤呀！ 这里应该看不到我了吧？一会儿他们肯定要下来舔包，我就在这里等他们出来。以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等了快一个小时啊，终于有人出来了。他们还挺谨慎，一个人下来摸车，另一个架枪。不过问题不大，之前是我毫无防备才会暂时撤离，现在嘛，你就看我溜得专不专业。哼。 就是啊，我说过你们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去，还有人，像个鬼子，活不了你，活不了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这人这么怂吗？死了俩人就不敢出来了？ 等等，有车是？哦，他搁那转来转去的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哟，这老六不是怂啊，原来搁这钓鱼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好算计啊！既然这注意力不在我这里，嘿嘿嘿，那我是不是……嗯，是那人复活回来了？喂，。可惜运气不好，这家老六不会把这倒霉蛋当成我了吧？哦，还真是，这次出来了两个人，哦，这俩人开始搬我的箱子了，那真好啊！偷偷溜过去，等你们开门的时候，我就嘿嘿嘿嘿来了来了，没想到啊！ 完了，还以为老六啊，这货跳下来了，这么猛的吗？哦，原来是为了关门啊！其实大可不必，你家我也不敢贸然进去啊。箱子都不要了，那还说啥？现在俩人还没复活，摸过去，把箱子拿回来。这箱物资够我操这个家了，先把墙给它炸了。 哦，这位置好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这满院子的草，也不知道有没有陷阱，丢个手雷清理一下。嗯，还有意外收获，他家里人应该暂时不敢出来。哦，这门开着也没人过来关，嘿嘿。那我去，还有 RPG 啊！不行不行，上面的人一直架枪，必须把他先打掉。 不过我只有一次机会，因为他的疫苗店也是我这里。富贵险中求，你有病！应该还剩最后一个，问题不大。他估计在楼上，自己送上门了。搞定。 赶紧找床，刚才他好像从二楼下来的，去楼上看看。转了一圈，这楼上只有这一个门，复活床肯定在里面。哦，果然，二楼都是床。妈人，吓老子一跳。 这还有4个柜子，等下再看。先找找还有没有复活床。这家人还挺会享受，还有包小快乐，先来一个。再找找还有没有复活床。这门这么隐蔽，里面一定有好东西。怎么这个时候重启了？不过这家里就剩这一个门没开了，不急啊。 先等等小快乐。嗯，里面有人啊，这么快就回来了吧？
喂！兄弟，别开枪！我就是路过，看见你家门没锁，我就进来看看。我不是坏人啊，是国人，还把我当成这家主人了。不过他的话我可不信，路过看看就直接把人锁下了。兄弟 ，Hello， 摩西摩西，哈尼亚塞哟，萨瓦迪卡，我出来喽。谁让你出来？喂喂喂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是路过的。你都已经杀了我的兄弟，还非要结仇吗？你信不信我分分钟抄了你家？抄家？你倒是来抄啊！真来抄啊！难怪，原来没枪啊！你打不过我的，收刀吧。大哥，我投降了。兄弟，我也是来抄小鬼子家的，大家自己人。啊，原来那墙是你炸的。我就说这家怎么只抄了一半，原来你没走，那现在怎么算？这家人早上炸了我的车，我只要车，其他都归你们。那我跟我队友说一声。喂，那个兄弟啊，车刚才炸了一辆，不过我叫他们停火了。啊？那应该还有一辆。我给队友说好了，车锁也撬了，你直接把车开走吧。好，感谢啊兄弟。你我几度沉醉，曾经的沧桑让你我不再纯洁。啊，这不是狙击手啊。月黑风高，真是个抄家的好司机啊。上次在地堡里埋雷，结果炸死两个高富帅，而且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俩包里居然有大螺丝刀和高级开锁工具，这一下子就让我有了抄家的资本。嗯，已经趴了半个小时了，完全没有一点动静，估计这家人根本没在线。先爬过去看一下上次埋的地雷炸了没。哦，地雷没炸，那就说明这家人一直没上过线。开搞五把大螺丝刀，160次开锁机会，只要不整三个金锁，开个大门应该问题不大。哦，牛皮，20来次就打开了，但是后面还有个锁，现在我只希望它不是个金锁，拜托了。小小铁锁秒开、我丢，里面有脚步，看奶奶的要气死个人啊。刚开完门就来人了，赶紧撤退，找个地方先观察一下，希望他没有发现门被撬过。 OK， 这个位置相当不错，要是没有热成像根本发现不了我，反正门口埋了地雷，只要他一出来横竖还是个死。哦，来了来了，门开了，一看就是个愣头青，完全不知道社会险恶。我操，这没踩到地雷吗？算了，没踩到也好，估计他是出去搞物资了，我再稍微蹲一会儿会儿，要是没啥动静咱就继续抄家。又蹲了半个小时，就当我准备继续抄家，他奶奶的门又开了，不过这次他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快走快走。哦，门口有地雷，直接跳过去。我操，这家伙还有火箭筒啊。不过咱先不着急舔包，门口再给他整个地雷。本来我都计划捡点东西跑路了，但是当我开包的一瞬间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工具这么齐全，他不会也要去抄家吧。不过现在给个 C4 我也用不了，主要是有低温症，现在这个血条已经掉到 34%， 我怕一会儿炸完我就嗝屁了，这就有点不划算，准备出去来个捏头自杀。但是我刚走没几步，怨天堂没有地雷，这个家的设计里面都是门，还全部上了锁，还是金锁，只能上 C4 开搞。
哦，家里面有五个大衣柜，二楼还有枪架，但是现在的我完全不知道该干嘛，搁这瞎跳，因为心里慌的一批。想起来了，拆床，先拿 AK 扫一下试试。完全没反应，那就只能上火箭弹。一发火箭弹就砸掉一个，哎，不行了，顶不住了，这低温症给我整的血条就剩这么点，放上几个地雷先撤退一下。再次复活，刚进门我就发现惊悚的一幕。我操，干啥呢？不知道这家伙又在哪死了一回，应该是还没凉透，回光返照。不管他，直接开柜子。金锁完全开不了，但是我在里面的房间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领地铁，直接炸了。哦，然后再装一个我自己的鸠占鹊巢，完美，现在我就可以慢慢开锁了。